哎，名书文化，你知多少？明知故问，为你揭晓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还记得我们吗？他就是那个、一直在流水流不停，流到现在还在流的文学光喽。他就是那个一直求签求不到上签的求之签喽。乱说！其实我们已经播出最后一集了嘞，为什么还在这里了？其实是这样子的哦，就是最后一集播出了过后，我爸妈一直打电话问我，每天24小时打25通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就问啊，名字过没有了是吗？除了我阿爸妈，我旁边家那个安弟，前面家的安哥，后面家的阿嫂，全部都在问哦。所以呢，今天就趁这个爸爸节，就是这个父亲节呢，特别就有这个明知故问之父亲节特备呢，献给在场所有喜欢明知故问这个节目的你们。我们今天呢，就要带大家再一次的飞到台湾去，一起来拍拍照喽，走。刚刚我们来到这一座呢，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座寺庙。那这一座寺庙呢，也是你们的祖师爷。我们的祖师爷怎么说呀？你们是演艺人员嘛？那演艺圈的这些戏曲之神，就是我们的田都元帅。田都元帅，对。可是这边不是大多数都是在拜妈祖？妈祖啊，还有那我们叫做妈祖。很多人在敬拜，那很多人会来祈求妈祖能够保佑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八节有庆、四时无灾，那收获有成，他们会来还愿。那还愿呢，我们知道说每各行各业都有一个祖师爷，那早年呢是从大陆呢聘了这个戏班子来这边呢演戏唱戏，所以呢他们戏班子一上了岸之后呢，就会来先向祖师爷呢膜拜一番，希望在这边演戏的这段时间能够平安顺利啊。那田都元帅的这一尊神啊，其实是比较少见的神来的。对，一般来讲，在如果独立供奉的话，确实比较少。那因为鹿港的寺庙很多，所以呢妈祖非常的灵验，所以一演戏下来都要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所以在这边呢才会有一个田都元帅在这边哦。演戏唱戏主要的乐曲呢，它有两种的一个管派。一个叫做南管，一个叫做北管，对，所以你们看到这后面呢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南管的部分，南管的部分，南管部分。那对面这边呢，交趾哨的部分呢，就是北管的部分。那北管跟南管的分别在哪？OK， 那我们的南管呢，它是属于一个雅乐，它是早期呢皇帝在听的，皇帝宫廷呢他们在听的。那如果说北管呢比较热闹气氛，所以一般的民间呢都喜欢听的是北管地区，所以呢才会在台湾地区呢有一个顺口溜，假把假三盏，跨以跨软弹哦，三盏呢三层就是我们的五花肉啊，五花肉。那看戏呢就是看软弹戏，就是北管戏，很热闹。所以在这儿呢还有看到四个人物，有没有？主要的南管的四种乐器呢，就是洞箫、琵琶、二弦、三弦这四种的主要乐器。大家都到。那中间这个呢，就是拍板子。对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乐曲呢主要的特色。哦，原来有南管北管之分。对。那现在我很想知道，就是这个田都元帅他本身的来源是怎么样？一定是有很特别的故事的吧？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们再说田都元帅乃是唐朝人士。那当时呢，他出生的时候，家人认为不祥，所以呢，遭受遗弃，变成弃婴，被丢到田埂之间。怎么办？之后？那田埂之间很奇怪的，就是说，因为以前的田都有螃蟹，那螃蟹呢，居然爬到他的嘴边呢，吐出泡沫来喂食他，让他能够传承生命。那后来呢，让人家发现到，带回去养。小的时候呢，就很聪明伶俐了。所以他小时候呢，他的玩伴呢就是一只鸡跟一只犬。长大，进宫之后精通乐理，所以掌握了梨园戏。后来呢，往生之后得道升天，所谓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了。所以呢，他就是他的鸡跟犬呢共同的。所以难怪，就是在大门的时候啊。
所以要在这座寺庙的前面呢，一般都是狮子、石虎，那这边是一只金鸡跟一只银犬，左金鸡右银犬，对，所以在这里面呢，它有一堵画呢，就把它的事迹给彩绘出来了，真的，对，而且田都元帅呢，他成神之后，在他的一个神佛下面呢，也彩绘了一只螃蟹，所以啦，记得哦，你们在拜拜的时候不能拜螃蟹，这是禁忌哦。看到这一座啊寺庙，完全是鹿港人呢自己来设计、自己来制作的。因为以前的寺庙都是借由大陆过来这边建盖设计，但是呢，这是现代的一个建筑工法，但是它传统的一个技艺，所以我们鹿港人呢融入了它的一个元素，这座寺庙的元素，所以包括它的一个啊，它的匾额上面托的也都是用螃蟹来代表。那尤其这边呢，我们的田都元帅呢，嘴边也是画上螃蟹。那待会我去带你们去呢，拜访一下我们这一位大画家，也是我在吗？有在，他有在鹿港哦，他有在鹿港，而且呢，他是我们鹿港的奇葩。这座玉虚宫重建后的壁画、横梁设计构思都出自一双巧手。那这双巧手的主人在鹿港没人不知、没人不闻哦。那我们知道说来到这一座寺庙真的是呢鹿港的一个精心的杰作，那这个精心杰作呢都是出自于呢，哎，你看我们的田都元帅已经 call 了李老师过来了，来，这是我们的李老师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我们已经欣赏了一番你的这个杰作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好，那其实啊，在这家就是这个田都元帅的庙里面最特别的一幅彩绘是在哪里啊？以彩绘来讲，假如说是在哪里的话，应该有两户，两户，一个是在门面，一个是在木结过的大通。一般鹿港的庙，好像这一种比较属于传统形式的小庙，前面都会有一个拜亭。嗯，那这个拜亭，它就会用一个传统建筑叫做卷棚。啊哈。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建筑都是一根主脊梁的，这个是两根主脊梁，所以这个是比较属于次要建筑的空间。那它的木结构就会有一个两只主梁的木结构，那这样的这个是两只主梁，对对，两只主梁，对，它就说整个木结构上面就会有大通，有所谓的二通，然后再接两根主脊梁。那这种叫卷棚。那其实你画了，刚才你说的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嘛，那你说要比较有创意一些，就对，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像你讲，你说哎，有一个，那就是现在要讲这个庙最有名的，在鹿港的所有寺庙当中的庙会的正头，他们保留得很传统，所以我就把他们历史以来，就是整个百年以来的这个庙会的正头，把它画成连环画，从最前面的大旗到他们的踩高跷，七爷八爷，哦，这样一路顺过来，一路顺过来，这是他们的庙会的部分。所以你只要站在这边，从右手边进来，这样扫描一次，就可以知道这个庙的最简单的历史。除了保留庙宇的历史故事还有价值之外呢，负责统筹策划还有彩绘的李义兴老师，他呢其实就运用了大量现代生活的元素，再结合融入于传统庙宇的文化当中了。那像是大门上方、梁柱、门拱上，其实呢就彩绘了这个海绵宝宝啊、派大星啊、哆啦 A 梦啊、米奇老鼠等等的图案哦。你走开走开走开，干嘛了你？哎，快快快快快快！
哎呀，我没摸到。耻辱非彼辱啊！那真正的乳是什么？真的是什么乳？你知道这一条呢，叫做摸乳相。那其实摸乳相呢，它也叫梦林相。那不是说摸这个乳叫做摸乳相哈，因为这条相呢，你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窄？对，超窄，很窄，对不对？很窄，它太肥了啦，它窄到死。它整个总长度呢，有65公尺的长度哦，最窄的地方不到60公分。哎呦，就是两把长尺的意思。对啊，其实那在这么窄的相弄里面，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在中间交叉而过的时候，会碰到对方身体，那以一个人的平面度。哪里最突出？其他人我懂，脚趾，你我就不懂，但是胸部最突出嘛，所以才会有摸乳相之称啊。但是这条摸乳相呢，它只不过是一条防火相啊，因为呢，房子跟房子都必须要架构一个防火相嘛。那这条防火相算是比较一个比较窄的一条相，真的是比较窄的防火相。摸乳相的一个名称缘由，它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曾经有一对夫妇住在这附近，常年来呢都没有生到儿子。所以呢，他有朝一日在这边喜获麟儿，那喜获麟儿之后呢，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喜获？梦见他是梦见梦中，那梦见呢，他得到了一个儿子，所以梦麟梦麟。讲成闽南话就是摸乳的意思哦，梦林摸乳相，是啊，摸乳相的意思，所以是它这样的一个特色。那这条的相弄呢，另外还有一个别称呢，叫做君子相。君子相哦，所谓的君子呢，就是我们鹿港的男孩子呢有绅士风度，看到呢女孩子走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呢会让女孩子呢先礼让，先她通过。那因为后来呢我们叫说。如果说在中间男孩子称为有幸，啊女孩子称为不幸，我又怎么在中间卡住又跟你碰面了呢？对，那男孩子呢必须要君子风度，女孩子不是退，因为你再退回去的话还要，对，靠壁没错，怎么靠？面壁，这样靠，面壁思过哦，面壁，对对对，就像阿黄这样子，他面壁着，那让女士优先，他是双手这样子壁着。如果是逼真的话，就要换名了，摸骨相，啊，他都摸到我屁股了啊，是啊，但是呢，男孩子的屁股呢，不及女孩子那么保守啦，哎是，那我们就要说啊，当时呢，男孩子就是要让女士优先通过，才会有这一条。摸乳相之称，也叫君子相。哇哦，所以说来鹿港一定要来走一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它是鹿港一个蛮夯的一条名胜景点。哦，好，真的非常的特别。摸乳相，你一定要来哦，一定要来啊！哇，这条摸乳相最窄的地方不到70公分，虽然在开始走进巷子的时候，肩头依然还有点空间移动。但是我们俩一起步入巷子时，就已经没有办法肩靠肩了，只能够一前一后慢慢步行。虽然说啊，巷子呢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玩意儿啦，但是呢，我俩在这里呢都玩得挺开心的，可耗上大概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哦。对了，我朋友告诉我啊，在台湾依然可以找到雕刻神像的师傅，在我苦苦哀求下，他终于找到师傅的所在地，我们现在就去拜访他吧。高老师，你从事这个雕刻的行业有多久了？30多年了。30多年了。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开始你会开始做这个雕刻的呢？小时候就对这种神像有浓厚的兴趣啊，然后就拜师学艺。拜师学艺啊，哦，那拜了多久才可以正式自己开始雕？一般是基础是3年4个月。哦，然后之后呢，就是之后是慢慢自己在琢磨，然后再自己在研究。在雕刻之前呢，有没有什么的步骤需要注意的？有，当然是我们要先选木材。选木材，木材是你自己亲自挑的？对对对，木材有上下要分清楚哈，不能颠倒，就是我们树木是这样长上来，由下往上哈。你不能反过来由上往下这样拜，为什么呢？这样的话那个神以后这只神就没办法来入灵，嘿，不能入这个体哈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之后选了这个木材过后嘞，要再择日啊，然后再动工。动工，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啊，要择日动土的这个意思。
啊，还没正式进入雕刻的这个部分呢，第一步先要做的就是选木材。那师傅他说啊，最好呢就是要采用这个樟木，因为呢樟木啊是制造家具还有建筑呢最好的木材来的，它耐用又不变形，而且还不容易被虫蛀哦。哎呦，师傅要开始动工喽。那老师现在你要做的东西是什么？是动工，动工，开壶。好，一个仪式，正式这个天上圣母哈，这个晋升，我们要开始要动工。好，今天粮食吉日哈，我们要动工，就是要有准备香跟你手上的金纸这样子。對對對對，好。因为恁顶请神降临，龙时吉日吉龙时，就能岁数开始呢。咱啊，这正月，龙时吉日。今日同时啊，就咱天上圣母金星要来开宝，特个奖，恭请金龙将甲数十个人新兵发球的五彩小龙军亲贴灵。哦，原来啊，师父所说的动工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光仪式啦。那在师父开始正式雕刻之前呢，必须先要向这个神明请示的哦，就告知他说啊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必须呢在今天开始动手雕刻。那接着呢，他就会拿起这个斧头，前后敲打几下，把斧烧掉，仪式呢就完成了。啊，动工仪式就已经结束了，就是、开始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哈。来刻这神明哦，那刚才就有砍一个几刀，对不对？那个是不是也有分数量？对啊，对，就前三后四，三魂七魄。哦，前三后四加起来就七，对 对, 对，七魄哦。这个是四方，以后神明坐得稳。所以你刚才在念那个台语的里头的那个座椅含义，含义是什么？含义就是把这个木头已经清净完了。以前的那树林都躲开了，现在是天上土要来坐这个位置。哦，因为这个树木的年龄差不多有四五百年了哈，吸收日月精华，怕有山神啊来附着到上，那我们把它先退掉，退掉以后，然后开始要来给神明做。所以那现在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呢？就开始可以雕刻了。正式动手啦！那师傅呢？他先会用这个电锯呢，在木材上锯出神像的大概模样啊！别以为呢，这个功夫好像很容易这样哦，因为呢，一旦锯错了之后啊，整块木材呢就得要报销咯。所以说啊，师傅的功夫，哎呦呦，真的是很深厚啊！那老师，现在你是把主要的形状给先刻出来？对对，主要形状刚才我们用电锯把它先锯一下。头部三彩都比例都把它抓出来了，然后我再来慢慢雕刻下去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如果要把这一座雕好的话，需要用多长的时间呢？一般正常像一块木头的速度，差不多一个月以后。可是我看啊，就是也没有什么搞图的感觉嘞，是怎么样去拿捏两边的平衡？因为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面。对啊，这已经熟能生巧了。对，我就是看到那个木头就是四四方方的，它最多也是能画在外面，可是里面的那些比较圆形啊、弧形的那个真的是要自己拿捏。对对对。哦。老师，在你雕刻的时候啊，就是最难的步骤是在什么方面？整个体态先好了以后，再就是脸部的表现。脸部的表现就是把这个脸的距离先抓出来，嗯，啊，再做出来，然后再下去雕刻的五官。五官，对，所以是最困难的是在他脸部。对对，脸部。哦。那我看老师你啊，就是雕刻哦，这一刀下的嘞，就是没有办法再 NG。那有没有试过，就是如果万一？错，不小心错，不会。拜托，老师已经有这个三十年的这个经验了。我知道，我好奇啦，我是怕如果我自己做的话，应该太多 NG， 换了很多块木头了。其实啊，雕刻的主要步骤呢，就有选材、打轮廓、雕刻、粉刷、浮雕、入神物、开光点眼以及请神，一共呢有八个步骤，这么多哦。我问世光呢，要祝福我在家的父亲呢身体健康、出入平安之外呢，也希望你很快都可以住到我买的大洋房。除此之外啊，每天都可以用燕窝漱口。啊，除此之外呢，也可以用这个鲍鱼刷背。哇塞嘞呀，那
那我呢，阿爸，不管你有没有在家，还是你在家的外面，我黄伟轩还是要祝你的身体健康，要永永，然后呢，长命百岁，给我们多一点时间，赚多一点钱，让你以后呢可以享清福，过洋嘎机。我跟邱志谦呢，也要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。哎，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哦，来来来来来来。Selamat Hari Papa Papa Kepada saudara sedang saudari Setahun Hanya sekali Merayakan hari yang mulia ini 父亲节快乐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